哎呀呀呀呀，我觉得你的关注更好点了啊。现在看一下咱们的五开有没有最后的神奇的能力。对面还有两个怪啊，他现在告诉我不慌啊，他只能打九百血啊。先吃了一个像是大金又不像是大金的东西啊。对面的两个哪两人继续群秒啊，这叫死鸭子嘴硬，都这样了还告诉我不慌啊。你告诉我啥叫慌啊，有孩子吗？还不慌？有慈航吗？你凭什么不慌？凭经验多是吗？啊啊，你的不慌是因为等等我们可以再来啊啊，那你牛逼啊，你的不慌是等等我们再来啊，我以为你有啥牛逼的招呢啊。他的不慌是因为可以再重新杀一次啊。187和10000多经验，扣除了一点人气啊，这波死的啊，死的很酷啊。